Can you dig it? Can you dig it? Can you dig来到 Can you dig it 第十一课啦！好了，新年，今年先祝大家羊年行大运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教 Scratch 的部分呢，就刚才大家有看到哦，影片中我一直用的这个招，好，这个东西好。这个东西呢，它会有一个正切，好、哦、正切，所以它这个 fader 呢 ，fader 是先打到中间来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唱盘再出去，然后把它切掉，好、哦，咔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咔，好、哦，切掉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两下，好、哦，然后再停到中间，然后咔，咔。再一次哦 ，fader 中间，然后 scratch 出去要切掉啊，切，切，好，然后把它做 loop 的一个状态，就是连续的哈，啊，可以重慢的。然后越做越快，然后手也可以越来越，不用这样子啊、哦，不一定要一直，你可以去感受那个频率啊，就是把它放慢的时候，跟加快的时候。然后你有看到现在这个手啊，它一开始的时候，如果慢动，如果是慢的话，你看，它如果越快的时候，其实感觉就是，我们会有个感觉是好像用抓的，因为背的它只要一点点出来，它就有声音了，所以有时候动作如果做快的时候，它到最后已经变成是有点抓。好，可是那是到最后，那你一开始要练的其实就是，好来对拍。然后这个东西呢，它非常适合用在那个过门，好，过门的地方，就是它会有一个，听看看。过门哦。它有个过门的感觉。好，一开始呢，一样就是从那个慢的，好，慢的八 beat 开始啊、哦。好，从四 beat 这个也有点快啊、哦。然后再跳到八 beat 哦，然后十六 beat， 那这样还可以再快哦。
如果你练起来之后，你可以在中间放掉，然后再做回来，它就会变成是这样哈，它会有个节奏的感觉。哦，就是中间加一个放掉，放掉。好，越来越快了。好，所以今天这个叽啾啾叽啾啾叽啾啾，这个很好用。你看，你可以用在过门，好、哦，就是你这样刷刷刷，然后过门的时候要做一个算是帅帅的 ending， 这样子。来哦！哦，就是它会有一个很强烈的，就是那个漂亮的 ending 这样子。好、哦，那、啊、今天 scratch 就是讲这个，你可以回去练，记得是正切，好、哦，正切，然后回来两下，切两下。然后越做越快，越做越快，好，从最慢的开始做，好，从最慢的才能达到最快。就是其实你要对那个拍子要对准，练 scratch 那个拍子要对准。如果你拍子不准，其实你刷什么都不太优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 scratch， 好不好 ？scratch 是不，接下来是加狗，好不好？不是 scratch。那个加狗啊，我们之前有练那个丢二很拍，好、哦、二很拍那个东西。其实也是基本的一个东西，它就是把那个拍子变那个慢，好，它会变慢这样子。好，一样先练一只手。哦，你要注意哦，我们平常算拍子的时候，我们通常就是一二三四。5678，好，可是呢，它其实在反拍的时候，我们其实还有 E N 哈 M 拍，所以这个东西就会用到 M 拍的东西。M 拍的东西，它通常像这首歌，它 M 拍，它有个 high hat， E N 哈 M 拍的时候一个 high hat， E N 好二的时候是小鼓，二 M 的时候 high hat， 好三。是大鼓，三 M，OK，、okay, 大鼓，好、哦、是 OK， 是小鼓，好、哦，所以 M 拍也要停哦。所以就是每一个东西都给它停一下。右手也是哦，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就跟你一开始 juggle 最简单的、最基本的四拍、两拍、一拍是一样的。好，四拍、两拍、三、七、三、七。
这个按啊，按，你要去练习这个按的感觉。有一种这样的感觉，一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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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这个东西也蛮好用的，好、哦，它就是很明显的就是。他把原来的速度，然后忽然变慢，好，那你可以先练这个基本的，然后再来做那个拆招、拆拍子的一个东西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 Can you dig it 就到这里，好，我们下次见啦 ，Can you dig it？